是他。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，总共才有十几个人，七八条枪，与黄金追的我晕头转向。多亏了阿青嫂，他叫我水缸里面了把身藏，他那里提壶取水，面不改色，无事一样。骗走了东洋兵，我才躲过大难一场。死这样，救命之恩终身不忘，安虎猫将一起终当报偿。相声演员李金斗反串胡司令，表演得惟妙惟肖，而且这身材和胡司令的身份还挺贴切。胡司令，只是那衣服扣子想必无论如何是系不上的。接下来刁德一要开口了，咱们一起来看看巩汉林唱得怎么样。这菊萍姐姐变成了沉着机智的阿庆嫂，这个阿庆嫂不仅是扮相好，唱功更是不简单呀。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也能够舍己救人。
是安排上